巧、今年的毕业生哈、就一班，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偏乡的小校，那我们毕业班学生只有8位小朋友，可是呢在我们社区非常重视歌林文化哈、尤其是我每一年的这个社区里面的老人家们哈、他们平常都很努力的在养鸽子，目的就是为了要参加每一年的歌林比赛哈、放歌林的比赛。那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可能因为年纪比较小，慢慢的也不太了解这个社区的这个文化有多重要哈、那这一个文化事实上是我们我们台南的学甲新营跟盐水这方面的人过去一直都有的民族文化，那也在社区民众的奔走之下呢，103年成为我们市定的民族活动。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离开文昌之前呢，能够有深刻一点的体会。所以我们今天办了一个歌林文化的身体验哈、那我们的活动最主要有三个哈、第一个就是先到我们社区祈祷那边听他解释歌林文化的前因后果，它的起源，然后参观他们的歌社。那第二个回到学校呢，我们会让孩子们亲手来帮鸽子放上歌林，然后再放走他们。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让小朋友结合美术课来做那个彩绘歌林，好，那也是一种美感教育。你弄下几个链了？对哦。今天是好的，请看今天歌林的活动。好，我们为什么要放歌林呢？为什么要来学校放歌林呢？啊，林晨子知道为什么吗？孙志宇，你知道为什么要在文昌国小放歌林？要毕业。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知道、哦？要祝福我们有画那个歌林，有吗？穿堂墙壁有没有画歌林？有。
有哈，表示我们这个社区呢，对于歌林这个活动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呢安排了六年级小朋友，他们去认识我们歌林文化。那待会儿呢，我们全校小朋友都会参加的，是我们待会儿会和六年级小朋友跟幼儿园结业的小朋友一起来放歌林。好，那首先呢，校长先介绍一下现在在我们校内的哎几位，你们可能不太认识哈。来，龙山，买人爱来钱安尼，哦，买来钱，因为做做咧，这羽毛会啊，这羽毛吼，有十二支的羽毛。啊，十二支的羽毛，相对边啊两支免钱，哦，这边啊免钱。啊，中这支，这支钱下吼，伊咧有一个中心，哦，中心就是多一只，哦，中心多一只。啊，因为咱迄个高龄哦，高龄要来挂了，一定要挂伫迄个羽毛钱下迄个中心，安尼空调员挂咧吼，伊较袂讲。三千元，你若无对中心，你怎啊挂咧？伊个三千元，啊，三千元不叫人家。